你好，下午的3:04，记者呢位置在大道城的时尚宫，跟我们的天上圣母马祖婆参拜祈福了。前几天啊，礼拜六马祖婆的圣诞啊，我们这边恭祝马祖圣诞千秋啊，在此呢请求马祖婆能够普度众生啊，帮助我们啊539的会员能够中奖，并在下礼拜天呢能够过个好日子，因为下后天礼拜天是母亲节，祈求马祖婆能够协助539会员啊，今天独资人众啊，独资就是那一只人众啊，去碰个尾数啊，然后啊这边感恩感谢啊，谢谢我们马祖婆，有求必应。